Hello 各位好嘛，今次翻到嚟呢个 Pokemon 嘅剑盾啦，咁依家时间咧就系1月9日嘅11:45啦，咁咧依家咧就有一个新嘅更新啦，咁啊今次更新咧就更新咗喺剑盾入面嘅，系啦，咁啊一阵间咧都会话俾大家听点样更新啦，咁啊我哋首先睇下有啲咩更新先啦，咁嚟到呢个车站咧就会见到一个嘅小嘅事件发生，有海甲车票嘅乘客请上车，系啦，咁啊睇下咩事啊呢度，问下呢个姐姐啦。因为你有海甲啊，当然啦，我有张票好大，俾我确认一下。点解佢奇要奇到咁？好啦，咁啊，呢一个主角嘅外兽出咗场啦，咁啊，金色嘅外兽啊，外好啦，系外兽啊，又有外兽从呢个海岛转过嚟啦，海岛啊，我睇下外兽先，外系啦，咁啊，慢慢转过嚟啦，你见到外兽系 OK 啊。你系训练家系嘛？如果外兽咧赖喺呢个票前唔走啦，其他客人唔知点，可唔可以帮我捉起佢啊？外要捕捉挑起对住挑战，外系啦，咁啊即刻咧挑起咗呢个挑战，野生嘅外兽出现咗啦呢度。咁我方派咗巨炭山，咁啊几多叻噶？应该好低嘅啫，咁啊12叻嘅。咁如果12叻嘅话咧，我就其实我呢度好高叻啲虫。咁我哋不如试下直接掉精灵球啦。咁由于呢一隻都属于贵嘢嚟啦，我哋就当然放啲贵价球出嚟啦。我哋试下放呢一个嘅月亮球王，系啦，打针捉到先，希望一下捉到啊呢度。如果捉唔到，我要重开 save， 应该得啦嘛。系啦，咁已经搞掂咗呢个外兽嘅月球球种、月亮球球种啊。咁啊，获得个经验值啊！顺便睇下外兽呢个能力值系点样啊！我外兽加入同行啊！好，嗯，好多得你咧，呢一个车站已经恢复咗空间啦！哎呀，好犀利喎！你捉外兽咧，好有型啊！好嘢啊！你搞紧呢个海甲车票已经确认咗啊，请搭上呢个列车啦！中间有好多转站，请多多注意，冇问题。我正在要去一个咧叫做海岛嘅东地方，我打算喺嗰度咧捉啲小嘅精灵，顺便修行啊！希望同你再见啦，拜拜。系啦，咁啊，海岛咧就系一个剑盾嘅新 DLC 啦。咁啊，大家呢一度咧亦都系一个任天堂整出嚟一个剧情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去到呢个海岛，即系买 DLC 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同埋更新咗之后咧，右下角都有一个叫扩充票啦。呢一个扩充票咧就系直达 NS Shop 嘅一个嘅 Pokemon。商店嘅，好啦，睇下外兽先啦。咁啊，外兽就系超能力啦。咁暂时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啦，系啦。咁我呢一只系加特攻减特防嘅一只嘅球种外兽啊，系啦。咁啊，但系时间就十分奇怪啦吓，咁啊，大家唔好介意啦。系啦，球种外兽，咁啊，理论上应该唔会有好大分别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呢度由于我捉咗，所以我呢度都 safe 啦，冇乜所谓啊 ，safe 啦。嗯。好，咁啊，点样更新呢？就系出翻呢一个嘅 Pokemon 度啦，咁啊，然之后我哋就熄咗佢，系啦，揿一个选项，咁一个选项之后，你会见到一个更新软体啦，咁你之后使用网络更新，咁就会可以确认一下有冇更新到嘅，系啦，佢话俾你听，如果似软体最新咧，咁即系最新啦。好，咁当你更新完之后咧，就入翻只 game 啦，去翻我头先嗰个车站。我头先去嗰个车站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开始去第一个道路。第一个道路的一个车站嚟嘅，系啦，嗯，好，咁啊，等一等啊，呢度，嗯，好，咁啊，即刻入嚟啊，咁亦都讲下咧，其实呢个 DLC 我觉得都几好啦，系啊，暂时睇落唔错嘅，好，咁呢个系咩车站啊？大家睇呢个地图都见到啦，系喺1号道路同2号道路中间嘅地方啊，好，嗯，呢、這个叫咩镇啊？系啦，呢一个嘅木杆镇啊，唔知木杆定木罕镇啊，咁就系呢个镇入面一个车站入面咧，你就可以遇到个事件发生啦。系啦，咁大家咧都可以去捉一只嘅外兽翻嚟啦。OK， 咁今次呢一个嘅影片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继续关于 Pokemon 嘅剑盾啊嘛，中意嘅记得俾个 like 啦，同埋未订阅啊，帮我揿个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